大家好，我是乡村支书日百八，买了块带筋的牛腩，一个牛心，一块牛肝，金钱肚，一个牛红肠。咱们今天做个牛杂煲，简单对付一口。金钱肚是干净的，再给它洗一下，红肠也洗一下，把牛心切开，你们的血水洗一下。所以牛杂都给它焯个水，放上葱姜，再来上二两高度白酒，把浮沫撇掉。水焯好了，捞出来，用流水把葱洗干净。牛杂重新下锅，葱姜、草果、桂皮、陈皮、白芷、辣椒、花椒，一碗花椒酒，把牛杂炖烂化了。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两小时。牛杂出烂火了，捞出来。这金钱肚肉头厚啊，今天这牛腩筋头巴脑的，最适合吃牛杂了。牛肝子、牛心。锅热，倒入菜籽油，让油充分的润锅，油热下尖蒜爆香，来点桂皮八角，下牛杂，充分的煸炒，把牛杂煸香，牛杂炒到微微发黄，来上一桌米酒，加上这道菜的灵魂——土豆酱。哦哟，香气四溢啊！来点蚝油、羊，再来点酱油，加上牛杂原汤，盖上盖子，焖30分钟。好了，牛杂盛到煲里面，我们吃多少盛多少，撒上小米辣，增加点辣味，葱花点缀一下。忙活了一阵子，终于吃上了。这味道美得很，还有块金钱肚。这金钱肚这口感不错，这牛杂是要多香有多香。别看它是一杯牛下水啊，这样做起来真香。这牛腩吃起来筋头巴脑的，有嚼头，尝尝这浓浓的牛杂汤，香啊！这红肠是个好东西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还想看师叔吃什么？评论区给师叔留言。